心啊，那你心心念念啊，到底呢是为家己的心欲伫咧计量啊，或者是为普天下众生在思量啊？都是干那伫一念心，善念啊，为天下众生，咱的心量都会当时时开阔，也那是为家己。伫咧计量啊，那咱的心啊，都会真矮真小，用不得了人。意思哦，同一个念，你是要用在开阔，或者是要用在真狭小，这要看咱大家人发心，是不是有把握那份的宏愿的心。所以无量义经啊，安尼讲，无量大悲。救苦众生啊，是助众生真善知识，是助众生大量福田，真的真清楚啦。无量义经的文字真浅显，而且呢。是时时啊，都是会当入咱的心，咱的心会当入于人群啊，在人群中呢，咱会当去普遍啊，做人人的知识，这就是啊，安怎样佛法会当入人群的方法，唯有这点。大悲，大悲心，不忍众生的苦，咱所苦的是众生的苦，所以无忍心众生苦啊。所以咱是会当作为众生的善知识，伊想不开，伊有困难。咱爱家己会了解的代志，赶紧去甲抚慰，去甲开导，这就是众生的真善知识，是无所求的付出啊！这就是亲像咱讲过去，顶顶相传，咱的心顶既然是。点到啦，当然啦，咱这支烛、这把灯，咱会当搁再点予别人，咱也搁会当去到伊黑暗的心底，啊，为伊点到，这呢就是真善知识啊，也嘛是啊，助众生的大量福。点啊，大量福田，咱人人都有一片的心地，咱若未晓好好来经营啊，一片的心地都荒废掉去了。菩萨啊，知影这片的心地在咧荒废啦，菩萨都会真主动啊。去解开导，解引导啊，向伊正道、正思、正法、正见，可以会晓家己自回归家己的心地，去敬福田来福利众生。这个福田唔只是自受用。也嘛会当，予人人呢去受用啊！这呢叫做福田，
再来讲，是诸众生啊，不清自私，也是诸众生安稳乐处，也是救处、好处、大义之处。这就是咱发愿啦，为天下众生的苦难，唔免伊来甲咱请，咱主动自发的到伊的所在去。所讲的苦难，除了有形物质世间的苦难，参加无形的，心理的苦难，这拢总呢，称为做苦难。看多少多少人间菩萨啊，不管安怎辛苦呢，无顾家己的危险，到一个所在需要不切，生活中有困难，就送个教会去。这就是不清自私。知影倒一个所在有人看袂开，封闭了家己，哦，惊伊想袂开啦，想尽办法，要安怎样互伊开开伊个门？这呢，拢叫做不清自私。这会当使众生安心啦，安稳乐处。这就是咱来人间啊，最大的目的，会当予人人啊得到安稳啊。咱常常讲，一个人的心态若改变啊，一个家庭都平安啊，社会呢，真多的家庭人人改变啊，就是社会的祥和。每一个国家社会祥和，就是天下无灾难。这拢总是需要人与人的中间啊，互相不断来建设人甲人的因缘，建设人甲人的心地，建设呢气世间的环境。自然将来甲我啦，拢总是会当平安祥和，安尼呢，就是安稳乐处吼。啊，这就是啊，世间呐、啊，来到世间做一个救世者，来保护大地众生，这呢是人人拢做的。教啊，人人呢都会当依佛同定，救世度众生啊。那尤其是会当予人人足大义之处，众生所依靠啦。这应该大家人拢听会清楚，这些佛陀呢伊的心怀。伊个心中所要通愿呐，想要讲个话，希望人人做会到个代志。因为呢，世间多苦难，心灵个苦难，生活个苦难，不管是心理或者是气世间，物质个世间个苦难，等等之类，咱遮个代志。会了解，做会到，只干那心呢？一念大悲，一念大悲一发挥出来啦，那就是无量啊！一生无量，无量将一生，只干那无忍心众生的苦啊！人生我痛，人苦我悲。这念心啊，叫做大悲心。这些佛陀已经呢，藏在内心真久的话，要甲大家人讲啦。
所以也未讲发花的意境，就是离岸发花无量义经呢，安尼一一开演出来。所以咱对无量义经啊，咱应该呢爱真重视。所以咱静下礼拜发花经时，或者是呢读诵无量义经，莫非是要爱大家人呢？甲佛陀离岸的发花，佛陀心灵的本怀，咱经过再看透彻理解，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所以请大家人真重视啊，这本无量义经哦，法华经啊，正面一本已经讲啊，讲到日月定明佛啊，伊开始做道场啊，已经呢六十小劫不起一座，是会停车，亦做一处六十小劫，心不动，听佛所说，为如实行。在那个所在，放光现水啊，坐在那个所在，多久的时间啊？六十小劫，那这六十小劫呢，是真长哦。大家人知无？那这个劫啊，叫做劫波。六十小劫，那就是真长。坐伫迄个所在，六十小劫哦，大家人感觉讲。哪有可能哦？那佛陀第一坐啊，安尼坐落来了后呢，啊，现随发光啊，迄、那个光呢，照耀东方啊，万八千度，迄、那个光明会当头照个遐呢，万八千的世界去，这拢总是。在形容呢，佛陀的这个心无量，不管是时间、空间啊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拢是无量的世界啊，表示佛陀心灵的开阔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是佛心，那这形容呐吼，那是会。停车，亦做一处六十小劫，心不动，听佛所说，为如实行。这就是要讲，在迄个所在，大家人坐伫道场的面顶啊，看佛啊，的庄严相。啊，佛的神功啊，在现随啊发光啊，大家人呢，迄、那个心都真正的宁静，佛心众生心啊，契合呢回归一个心，那、啊、这都是表示听经的人啊，也是一心一志特别听。经啊，这个中间都知影讲，迄、那个发会上啊，时间呢，嘛是真吉祥啊，嘛是充满了迄个祥和随祥，所以大家人坐伫迄个所在啊，心心不动，同款呢，六十小劫，大家人拢也会记哩无吼？这个大圣经呢，已经是在佛的心怀啦，保护真久的时间。
就是伫咧等待时机啊！哦，既然呢，妙光菩萨出现伫迄个道场咯，那日月灯明佛啊，就照妙光菩萨的智慧来示现，要甲大家人讲，好遐个人呢，有声闻呐、缘觉的人，会当听，会当。相信因为呢，妙光菩萨是迄个大众中人人所相信，是智慧第一的菩萨。就是啊，现在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啊，文殊菩萨，所以呢，就这个人来对其讲话，安尼呢，这全体啦，道场大家拢总会当通了解吼。这都是啊，佛陀的方便呐、啊，借这个空间时机对人讲话，这嘛是时间、空间、人甲人的中间，爱三合一起来呢，因缘才会当成熟。所以这个所在所讲的，是有大小之别吼，那。小小到什么程度呢？短暂的这时啦，就是时中最小者六十念中之一。咱念每个人起一念心，是不是足紧的呢？甲恁讲啊，菜园，恁心有起起来未？菜园伫倒位啊？方向伫倒啊？菜园伫诶遐哦，现在现做啥款？每一个人一念心，遮尼紧起啦。那这是伫迄、那个时间呐、啊，伫咱诶心念里呢，伫迄个六十念中之一，吼、哦，安尼。您想，是不是足短的时间呢？非常非常毫秒、飞秒之间，安尼呢？这嘛是算时间，时间从极短呢，那讲到极长的时间，这个、一小劫是一正减劫，这个所在呢有六十个正减劫。叫做六十小劫，佛的心灵世界呢，就是从极短呢，一直延续到极长。因为迄个极端，那就是咱人人本具啦，人人的心理都有啊，真好、哦、啊！我嘛真想要做呢。这极端的时间发心，发心嘛、啊，这点心是足底的时间啊。咱有把握落来啊，无这点好心嘛、啊。有延续落去，也无那延续落去呢？那一念心啦，就会当是长时间的支持落去啊。常常我唔是安尼讲吗？把握当下，行持刹那，这个刹那，这念心。你发起来呢，你要好好把握当下你起迄念心，虽然是真短暂啦，
你若好好甲把握落去呢，那就真长久的时间咯。记着迄当阵，记着时光迄当阵，皈依啊，敢那六个字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这么短的六个字，迄个中间呢，心起这念的动念，我愿意。迄、那个愿意呢，把握迄个刹那，我的心呢，伫刹那都该收入来啦。这个刹那一直延续到这当阵啦吼。所以讲起来，咱每一个起心动念，迄、那个起迄念心，会当维持落去，时间都长啦。日日都是历史啦，这呢就是劫的意思。所以常常讲啊，这劫若过会过啦，都千秋百岁啦。真正，咱做好代志，那碰到困难就放弃啦，退到心啦，啊，都夭折掉去啦。啊，咱若碰到困难，迄、那个时间。咱若会当克服过去，一劫若过啦，那就会当千秋百岁吼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咱的心念呢，爱顾真好，逐天都甲恁讲啊，爱顾好咱的心哦，就是伫咧顾迄个念念的时间，每一个念啊，最极短的时间呢。是啊，六十年之一吼，遐尼短的时间呐、啊，所以咱呢遐短的时间，要解开正当延续落去，那是无简单咯、哦、吼。所以啊，这时看咱是要用长还是用短，这个一小节，看看咱用什么心态来用时间，时间会当真经过。时间呢，会当通永恒呢，相处落去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嘛。